你好，回来了。阿秀姐，学习班结束了，刚结束，你们明天就要进入大学了，怎么不回家准备准备，还到这儿来了？厂里成立革委会，这样大的喜事，我们能不来吗？唐师傅，哎，你这个工宣队长，担子可不轻啊。没问题啊，还有政委吗？大家放心，前不久，毛主席向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赠送了珍贵的礼物——芒果。这是对我们全体工宣队员的最大支持。有了毛主席的支持，同志们，我们一定努力去学，努力去做，绝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期望。双，妈妈，我们是欢迎工宣队的。工宣队进驻我校，支持左派闹革命，就是好。支持左派是对的，可不是支一派压一派哟。我们是纺织工业大学红卫革命造反司令部。我们红卫革命造反司令部是欢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我校的，但是谁想利用工宣队反夺权，我们就打倒谁。我们是纺织工业大学红卫革命造反司令部。这是小说，他们红造司欢迎工宣队是有条件的，是口头上的。我们这个大字块就是针对他们的，妈妈可要警惕呀。不管是你们哪派，都要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，寸步不能离呀。你听见了吗，孩子？